星际战士秀。好的，首先登场的品牌来自于我们的 Sony NESSR 机种。哇哦，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小电视手上所呈现的是两款不同的色系。首先，一定有大家都非常喜欢哦，而且呢，马上秒杀的白色系机种，以及呢最沉稳、最时尚的银色系机种，提供给所有喜欢 Sony NESSR 机种的朋友们来做一个选择。体重非常的轻巧之外，在镜头功能上面也非常的厉害哦。好的，接下来大家所看到的是来自我们品牌富士 SE1 的机种。好，在我们富士 SE1 机种呢，在位置上面所呈现给大家的就是非常专业、非常沉稳的黑银色系机种了。而相信大家都知道，富士机种提供给大家的专业性能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而此两款呢，在外形上面呢，非常的典雅、非常的专业，呈现给大家之外，当然在功能性上面也可以非常满足大家对于专业摄影上面的一个需求哦。品牌富士 SF1 机种。哇，这一次我们富士呢提供给大家的 SF1 机种，哇哦，在整个机身外形上面的设计一目了然的就可以发现到，它走的是一个非常时尚复古风格的感觉。在整个外形设计上，大家有没有感觉到非常像我们以往哦这一个传统的底片机的一个感觉哦？所以我相信有非常多的女性朋友们对于我们这一款富士 SF1 的机种一定非常的爱不释手了，因为整个皮革的外形机身上面真的非常的时尚，非常的拥有雅痞的风格之外，当然在镜头上面的选择也可以依据大家对于不同的需求喜好来做一个最专业的搭配了。相信我们的富士 SF1 的机种可以符合所有想要追求时尚又专业风格的朋友来做一个选择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的女红品牌，呈现给大家的是我们的 J1 机种了。相信我们 J1 呢一定非常受到许多女性朋友们的喜好了，因为呢有哇哦非常的可爱卡哇伊风格的粉嫩粉红色系了，当然也有非常的时尚端庄典雅的红色色系给大家了。采用的钢琴镜面卡漆呢，可以呈现给大家一种非常雍容华贵的感觉之外，但是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我们女红的品牌上面给大家的这一个整个专业的素质上面也是非常的强大了，功能绝对是大家不容小觑了，而且呢还搭配上非常技巧卡哇伊的品牌，谁说女性朋友们也不能拍出大师级的作品了？选择我们的 Nihon J1 绝对是你最好的选择哦。